首先呢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Fly With Me 完美一飞完美世界签约刘亦菲的形象代言及媒介拍摄会。画面亮丽的完美世界，牵手形象亮丽的刘亦菲，自然会吸引无数的眼球。那么今天呢，各位在这里呢，有幸大家一起来共同的见证，也希望借助各位的镜头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第一款 3D 创世奇幻网游完美世界。历经三年的紧张开发，即将进入封闭测试阶段。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刘亦菲小姐担任这款游戏的形象代言人。刘亦菲小姐从开始演艺事业以来，就以她不俗的表现和超然脱俗的风格气质，成为了众多观众心目中的偶像巨星。刘亦菲小姐在近几年来凭借自身的条件和努力，迅速获得了演艺界人士和市场的认同，她的知名度和在支持者的数量也在高速增长，蕴含的中国文化要素非常协调。他所取得的成绩和完美世界这款创世奇幻网游将取得惊人的表现，能够很好的匹配。这是刘亦菲扮演的女武侠，一身锦衣，干净利落，又英姿飒爽。武侠是人类中的猛士，他们的生存目标就是被别人所需要，要嫉恶如仇。真要是到了保家卫国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冲上战场。长裙，头上是来自丛林的纯天然花环。来，亦菲往这边站吧，这边前面一点有阳光的，要不然他们。
形象、发言人的身份和大家在这里见面。那在座各位有我非常熟悉的娱乐媒体朋友，也有我平常很少接触的游戏媒体。那我以后会更多的利用这个完美天使的身份和大家进行交流，介绍完美世界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完美世界，多多支持刘亦菲。那之前其实我认为，那我也会尽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完美世界。其实我一直非常幸运能够担当几部大的电视剧制作的女主角，其中《仙剑奇侠传》也让我和网络游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这次和完美世界联手打造的这个形象呢，相信呀，谢谢。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完美世界的主题歌，这个嗓音呢大家也应该非常的熟悉，是水木年华。OK， 再给大家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 ，fans 们，我喊到一，大家一起来再喊一下那个口号啊，二、一，谢谢，再一次谢谢刘亦菲，谢谢，也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们，谢谢我们的 fans， 今天呢，我们的拍摄会呢就。